帮忙拎拎东西啊！你看小胖。好了，咱们也下去吧。这是海吗？这不就是河吗？还没有河水清澈呢。这不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吗？哎呀，来都来了，总不能掉头回去吧？走，咱们先把帐篷搭起来吧。快点。 青春消除了酒窝，爱是雨滴化作糖果，一颗颗洒落。阳光流转在烟波，吻着记忆的段落，好多情节舍不得说，我在心中发热，反复重演不倦的思念。 没有人，你去换衣服，别着凉了。梦露，你帮我扎一下头发，谢谢。 我们公平竞争吧。你说复配啊？嗯，我才不跟你公平竞争呢。什么意思啊？就突然觉得好像不喜欢他了。你是因为我吗？你没有必要。向组织保证，绝对不是。<笑> 你在这干嘛呢？你溜风筝呢？你厉害，你来，给。风往这边吹。走。我让你放手，你再放手。
你没事吧？有些人啊，就像风筝，把线交到别人手里就拼命地往外飞，从来就没有想过拿着线的人也会累。之所以不放手，不过是舍不得而已。叫叫舍得了。顾文玉，我好不容易才放上去的，我要杀了你！冷静。杀了你！不都说海螺里有大海的声音吗？真的有啊，你听，真的有大海的声音。你有看过海绵宝宝吗？海绵宝宝里有一个神奇的海螺，它知道大海的所有秘密。我们这个会不会也知道很多秘密呢？真的有大海的声音。你听到的就是你颅内血液流动的声音和空气的声音啊。根据共振原理，当声波的振动频率和海螺内腔固有的振动频率相同时，声波的振幅和声强会被大幅放大，形成共鸣。所以说你听到的就是海螺内所传播的空气流动的声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什么？你把热水瓶扣在耳边，一样的道理。我为什么要把热水瓶扣在耳边？玻璃杯也一样。不扣，你自己捡吧，反正我也什么都不认识，看你能捡到什么。